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佛也会用各种的名号方法去度众生，但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我们现在不是在度众生，我们是透过众生的苦来累积自己成佛的资粮。所以一个人要成佛，念一下，一半靠众生，一半靠佛啊。佛陀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第一阿僧大祇劫要亲近五千个佛，第二阿僧祇劫要亲近七千个佛，第三个阿僧祇劫要亲近六千个佛啊，要亲近了一万八千个佛，那么跟着这个佛的教法来累积福德资粮，这样。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叫我们去极乐世界，那你就可以亲近，你还是要亲近这么多佛来累积智慧，但是你要真正的累积成佛的资粮，那你就必须要从极乐世界到五浊恶世才有办法，因为五浊恶世才有你修忍辱、修慈悲、修布施的机会。所以佛陀世间在人间种种的苦难啊，被毁谤啊，啊，虽然已经成佛，他要承受这些的，啊，不然呢就没办法圆满他的事业。所以在这一点，不要怕痛苦啊，而且能够把所有的痛苦转为成佛的资粮，那是最好的。当你念嗡吽章时啊，你已经念出五尊佛的名字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冤亲债主啊，你要选哪一尊佛都可以啊，亡灵皆得度，身上的冤亲债主各有各的因缘啊，约束别人的不自由啊，所以那就会得到这种痛苦，所以我们要把对方当作自己，然后自他平等，进一步自他交换，体悟对方的苦，为对方而精进。所以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想各位每天报纸也好，新闻也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痛苦跟灾难，但是你要借这个机会来修行啊，而且呢敢去面对苦难。今天你家隔壁住了一个中风的老人，而且啊太太又怎么样，你要经常去关心他们啊。佛教里面就是说，对方越痛苦的时候，你越亲近的人，你很烦恼，对方也很烦恼，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定下来，看地藏经、念阿弥陀经、念药师经去做，就像我们守八关斋戒这样啊，很认真。你不要，不是说放弃妈妈，妈妈还是永远在你心里，但是我要这个时候很认真，以这个完全身口意清净的认真来让她安定啊，不要火上加火。所以有很多妈妈一直烦她儿子，事实上是妈妈伤害到儿子，因为你一直在烦恼他，一直放不下他，是在伤害他啊。对他最好的方法是放下，放下不是放弃，是心里平静的为他修行，对不对？心里平静的去为他放生啊，做烟供啊。所以我发觉很多菩萨啊，他们给我一个讯息，就是说他妈妈生病，他念了多少经，然后他那个语文里面就充满了抱怨，为什么我妈妈为还不好，这样充满了抱怨啊，充满了压力。我一看，如果我是他妈妈已经暴毙了，这样啊，那种心态这么痛，压力给他那么大，那就不对了。所以我同样的，我爸爸生病，他们就问我说，师父你要不要回去，我爸爸在送病房，我说我法会照办，我要更认真，这样就对了。因为我爸爸体谅我，我爸爸这是个男人，他不会说要求我一定要在他身边，但是呢他知道我为他在做，但是我非常的平静啊。所以一直到我爸爸断气，我旁边的法师的眼睛看，师父你爸爸断气，我更安定。为什么？为了我父亲啊，我必须要很安定，但是内心做了更多的愿，发愿给他。所以我想，就像我妈妈往生的时候，各位都知道，我正在尼泊尔的孤儿院，然后呢，他们就传一个纸条，我还没看啊，等我有看的时候，我更安定啊，我心里发了更大的愿来帮助这个老人院，用我妈妈的名义，所以那我更要认真为我妈妈做啊。但是要保持很平静啊，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所以说传统告诉我们爱考爱考，不考不又考，这不丢呢啊，那是传统靠着的大家都给人拔了啊，我们要让他去极乐世界呢，要让他清净呢，对不对？我们精进的时候，包括在界发愿，特别发愿很大，这个往生者我发愿为他念三遍地藏经，再念阿弥陀经，我又替他点灯回向给你，他现在就先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会做了，你已经支票开出去了，这个就是一种愿力。如果你要回向给他，你这个时候哇，我要保持心里很平静，接受不压抑，有话直说，但不是生气啊。各位，我认为人今天你有一点怨气啊，你可以跟对方沟通，这样可以讲出你心里，我现在觉得这样不太快，但是不要抱怨。我发觉有些人就先耍脸色，然后先哭，然后都讲不下去了啊，因为可以沟通的啊，但是不行，他就先翻脸啊，啊，先有手段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就没办法沟通了啊，因为如果说很平静哦，我认为这样怎么样了，那这样还可以啦。但是所谓这种肺癌乳癌，它就是一种压抑，然后呢心脏病就是一种爆发，这样啊，情绪的爆发，但是都会伤到身体。所以各位，这个适当的时间沟通沟通好不好啊？人有感情啊，你感情一直放在心里面，压久也会有毛病呢，会脾气古古怪怪呢啊，那怎么抒发感情？哦，玛尼贝美哄，我要去爱众生了，对不对？嗡哄张舌啊，你们可能来对呢，尤其出家人，你会憋到生病呢，啊，闷烧呢，啊，所以佛教里面叫我们，哎呀，去爱众生，去插花都可以，对不对？去放生，放生快不快乐？快乐。像我最喜欢做烟供，哇，我现在拿那个塔很小，点两个，呜、哦，烟就大呢，啊，让他来，我这样，我没有这个又安全，我底下放饼干，或又加一个味道。啊！但是我就觉得抒发了我所有的情绪，事实上是慈悲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念经啊，嗡嗡藏舌啊，嗡啊嗡三界清净沙，也要念两个不要念嘛，因为好人家过好人快乐啊。那我去住那个酒店，我就感谢这个酒店，感谢护持者，然后酒店的众生也结缘嘛，啊，所以你的感情已经没有问题了。如果你感情有压抑，你就还要再找另外一个感情来替代，那你就很痛苦啊！转移到别的地方不好，有些转到狗身上，有些老公有外遇就转移到儿子身上，可怜的囝啊！妈妈每天爱他爱得要死啊，他就不自由了，长不大了，因为妈妈都给框个喝水喝水，查个无个水辛苦了呢啊！这个小孩子就没用了。因为他转移了，嗡啊吽，嗡吽藏舍啊。这个嗡啊吽代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各位今天有拜佛、有放生啊、有供养，就是说我们身口意所做的功德先给他，叫嗡啊吽。当然也希望佛菩萨的身口意的圆满加持他，叫嗡啊吽。所以嗡啊吽也代表净化的意思，除了给他功德，又给他净化。所以你莲师他就把嗡阿哄当他咒语的开头，嗡阿哄消除贪嗔痴，消除三恶道啊，然后呢就半扎咕噜贝玛西特哄，让他得到了五种圆满智慧，无方佛的加持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字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愿力。所以嗡阿哄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在做烟供的时候先念嗡阿哄，代表清净无量啊，这些现实的东西，后面再跟他念佛、念经、念咒，代表得到有世间的这种财布施，又有法的力量给他，啊，希望他最后往生净土，任何地方都可以啊，任何人都可以，哪怕你这个儿子他不会念，你把烟供粉交给他，你去哪里记得点一点哦，意思说啊。供养诸佛，这个烟上去供养诸佛，烟出出去帮助附近的众生，这样也可以啊，因为你帮他念好了嘛，所以到哪里都可以做了。念一下嗡、发起了木吉掌，这个圆满奉送，不要错误的心态，离开我我要睡觉，不是那个意思，
送你们上西天，好不好啊？随佛升西天，嗡发吉拉木吉扎姆，让我们去极乐世界。我有时候还会加念，看到莲花，嗡贝玛达雷轰，就是用莲花把他们载去净土了，啊，随便。但是千万记住，圆满奉送，不是把他赶走，是送他们去快乐的地方，啊，让他们离苦。所以，如果念圆满奉送有用吗？一定有。但是我讲，动机最重要。什么叫咒？咒是一种佛陀悲心的力量，叫咒。咒也是保护你的心，像佛的心一样的空性慈悲，叫咒。啊，千万不能有对立的想法。我在车上突然接到这个讯息，手机，我在车上一定有米，先给他安慰，了解吧？嗡啊吽，再为他们呢，洒一点水，嗡啊吽，这样啊，哇，然后呢，再来跟他们念念佛，这样啊。但是，请问，这样是不是让我多了一次慈悲的机会？这个意思。啊，甚至如果里面是饭店是封闭式的，我窗户不能打开，至少我会拿一个杯子啊，我得到这些名字，我先帮他嗡啊哄，给他布施水。饭店偶尔都有糖，人家泡咖啡嘛，我就把那泡，喝你家滴烟哦，啊，再给他泡一杯水，喝你没有哦，那样。各位，气势上啊，你要学我，我被戏买功效化呢。我这个人的习惯啊，我就是很喜欢幽默，但是不离开佛法。这世间没什么很严重的代志啦，啊，这世间都是很简单的，你不要把事情弄得很严重，这没什么，这个没什么。就算这个人从半点钟要死啊，哦，还有机会见面的，下回咱阿弥陀佛也见啊，啊，然后你就很轻松，他就放下了，知道吧？啊，就像医生说，哦，你这严重，哎，做了就疼，我。你卖给他公田，嘣就没我代志啊！啊，事实上就是痛，他不能嘣啊！你哇！但是你不要跟他描述，所以各位要有一点方法啊！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哎，看天我嘣住了，给些疑心光，呼吸就在转移你的注意，就把你住了。啊，所以你要佛教也是这个方法啊！这个世间都是虚幻的、假的、暂时的，哎，阿弥陀佛一下就好了，对不对？无问题啊，无问题啊！你要去极乐世界，你就好运。我叫你修行金刚强强棍，对不对？带着所有功德，平静的心就像湖水。哎呀，很看得舒不舒服？我们坐飞机坐到德国，就是要去看那个国王湖啊，镜到像镜子，反射到蓝的到蓝到底。各位，如果你要看蓝色的海，到 Okinawa 去看，那个蓝到底，不像我们这个偶尔蓝蓝，偶尔不蓝，啊，然后你就觉得啊，心情好得不得了，啊，所以我想，一个人当你内心里面没有烦恼，你就觉得很轻松，不是无聊啊，现在是无聊，手机呢？手机呢？那是无聊啊，心中好像有一点落失呢，不是，清净是。清净，得癌症也清净，被火烧也清净。如何清净比较重要？你讲大转法轮，我正在思维心经什么意思，我正在想观音菩萨在说什么，我正在想阿弥陀佛怎么度众生，这个叫转法轮啊。因为你要时时刻刻对自己转法轮，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转法轮，那下课我也要对我自己转法轮。最好是我已经讲了这个话是在对我转法轮，只是在转出去而已。那转法轮就让我自己保持在嗡哄藏式啊，这种五种圆满智慧进入五方佛净土的状态，圆满的波罗蜜的状态啊。那你要一直时时刻刻保持如此，只是佛陀知道各位我们在家人包括出家人在五浊恶世很困难，所以定下了八关斋戒，让我们乖乖乖啊！你知道，你会拉回来。今天八关斋戒，哎呀，拍摄看电视，对不对？啊，拍摄看唱歌跳舞，啊，拍摄去吃暗顿，你至少会保持正念啊。洗澡你也要保持正念，那这样子让你清净戒定慧，因为这个戒你都不得不进入定，了解吗？也因为心里没有烦恼，定定。
并不是解脱，定是你能够专心在一个没烦恼的状态，平静念佛。然后再来慧，慧就是不用照做了，因为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自然就 OK 了啊。所以什么叫定？在黑暗的地方你不怕叫定，但基本上还在黑暗。什么叫慧？灯打开了，哦，原来有桌子有椅子什么都有，但是你很平静啊，看清楚了就也不会跌倒了。但是我想各位，那你要时时刻刻，但是没有坏念头你怎么知道你乱了？所以烦恼是修行最好的助缘啊，烦恼是慈悲转菩提心最好的助缘。所以各位，现在你得癌症了，现在你钱被偷了，现在你的爱人跑掉了，那个时候此时正是修行时，对不对？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哪有我在被欺负呢？那个时候你要用智慧观照啊，求佛加持，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不可能没烦恼，现在要利用这个烦来转念。事实上我老伯跟他讲一句了，反正一辈子记住，来勉强还勉强还勉强啊，勉强就是忍的意思，你要按照佛法去安忍吧，这个是佛教的事啊，人家不是找你去唱歌跳舞啊，那你就你要利用它来修行，忍到没有我在忍就空性了嘛啊。但是如果你忍到会生气会起厌烦，那不行啊。人道会谁谁念，卖公杯了就杀骨变起骨了，很美败啊，卖两把骨，但是你有在进步，可以这么说吧？这是代表定，即兴祥和是定，啊，但是佛教里面的慧，这个慧不是在享受即兴祥和，是在混乱的地方看到不混乱的，啊，在生灭处看到不生灭，叫慧，了解吗？那所谓即兴祥和是定，啊，就像。今天早上睡醒四点哦，那时候没有电话，很清静，对不对？本来很容易打坐，这个叫定。所以，但是你要定，一定要有戒作基础，要有正知正见，要孝顺啊，动机要正确。就像各位手抱万斋戒，保持六念法叫定，了解吗？啊，但是你要自己练习这个定，念阿弥陀佛也是定，念阿弥陀经也是定，抄经更是定。但是从定里面。去了解阿弥陀佛的圆满的思想，甚至你进入阿弥陀佛的状态，那个叫慧啊。那当然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吧。但是我发觉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师父你这样说，我要去给他看，我手也不要让他去了，我手也说我去都给阿弥陀佛要让他去死了，那要怎样？我没有关系啊，佛法是心态啊，你就下一个百位提伊个相片念互伊听，你就好啊！啊，那书你念，我念甲你念无共款，你个缘比我较强。各位，这很重要啊！事实上，助念是信心的问题。如果他对他先生好没有印象，对他姐姐印象比较好，姐姐来念功德更大啊！因为心相应嘛，有些是前世的问题。所以我们佛教徒为什么要到处去结缘？像我这样。我经常鼓励法师跟不一样的人事物结缘，为什么？因为将来你成佛了，这些缘你还可以续缘。如果你没有跟广大的有情众生结缘，那你将来你没办法成佛啊！因为要成佛要在无量众生上面种下这些功德的，所以各位现在要为成佛先结缘，就这个意思啦。撒米啊，做烟供啊，布施水啊，佛教里面是以平静做基本，然后去推，了解吗？以出离心做基本去行大悲心，以接受做基本去积极去做。所以我师公禅跟我讲，对自己用小乘接受一切，不起贪嗔痴；碰到众生用大乘积极去帮助他。但是积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内心要保持在出离心平静接受，而不能交对立抗拒。那这样你这个对立抗拒就展现不了力量，就像这个镜子粉浊了怎么去反射呢？对不对？这么漂亮的风景没有办法呈现在你的一个脏乱的湖泊上面啊！所以极乐世界必须透过你平静的湖而可以显现给对方，所以要有这样的心态，做一个善良孝顺的人，
那我们学佛的基本先把这个做好，那让邻居左右亲戚朋友都认为你是一个不会害人还会想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就是佛教的人天福报，首先要做啊。第二个呢，来做一个解脱的人啊，平静的人，那就是你内心能够管理的好一点，就是减低贪嗔痴了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让你的家人，我认为修行是让你旁边的人感受到你的进步，这是最重要。我想我们出家人住在一起，如果你不能让其他的出家人从内心尊敬你，那你已经那是很难度众生啊。这个度众生一定要你必须要让从你的日常生活表现你一个解脱不执着的心态啊，平静的心境界本来天天都有了。但是各位来卖朝还呢，卖谁谁念呢，那么啊要开始修行了啊。有些老母我念念念念念嘛呢，哦，爱到要死，有时候那些老公都很嫉妒啊，你若讲了因囝一同爱啦，意思讲因无爱因翁啊，拢无咧插伊啊，啊，规工就囝囝囝，甲因翁逼到要死安尼，敢那安尼，啥物吸血鬼安尼，下死命叫伊去趁钱，趁到要死要饲囝安尼啦，啊，我发觉很多很多老公帮我按摩，边念阮某啊，无咧爱我安尼啦，叫我弟弟上班逼到要死安尼，啊。因为女人有时候一生儿子就会爱儿子超过老公了，老公变赚钱机器而已了，啊，当然不是一定了，但是我只是说，在这种情宁静，对不对？啊，越要放下，以这个心态去做布施，那个舍一得万，啊，越有一种执着越痛苦，所以内心里面的贪心、嗔恨心。愚痴啊，傲慢怀疑，那各位去了解啊，来认识佛陀这本特别有写的什么叫贪，贪贪是贪什么，嗔是嗔什么啊，愚痴是什么，那你一定要了解，以了解经典说去回光返照，哦，我现在升起的是不是一种贪欲，有些人说我没有贪，吃也是贪呢啊，穿衣服也是贪呢啊，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执着的想法啊，这个贪就会损耗你自己的能量，就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有智慧神通了，但是这个贪就眼睛很喜欢看美的东西，那你的眼神就不好啊，眼睛的能量就不好啊，所以你眼睛就看不到该看的，你看经典你也会累，现在的眼睛都很浪费，现在眼睛都在看手机，对不对啊，忙着看手机，电视还蛮单纯的，但是手机真的是不得了了啊！那这个贪就伤害到你的眼睛的力量，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六根啊都不用贪啊，要慢慢的、慢慢的学习。这是第二种叫解脱的心。第三个，当然我们要开始来帮助别人、帮助世界、帮助众生。那我想世界上哪里发生的人事物的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这个就是一种空性，释迦牟尼佛讲的这种缘起，就是这个世界都是互相关联，只能互相帮助、互相成就，不能置身事外，不能自私，不能漠不关心啊！所以我想报纸上所说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件事情，乃至那个地方一个女孩子自杀有一个车祸，跟我们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被你见闻听到的都跟你有关系，所以这个世界变成一种息息相关，特别有网络以后，所以各位要很认真的为他们助念啊！所以停一下时间为他们念念佛，这个念药师佛，希望他健康，这个人被倒债希望他怎么样，千万不要看八卦，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啊！千万也不要与我无关，反正你看到了都跟你有关系，但是如何去祝福他，去祝福他，嗡哄藏色啊，各位要多背啊，什么颜色就想到什么净土，什么颜色想到什么圆满的智慧啊，啊，用这些方法好。打
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双手合十，虔诚告诉自己：今后戒杀如素，护身助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慈悲心看待世间的一切。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